收看今天的博喜乐这个节目，哇，乡亲朋友会过年的吼，你看大家还没有动毛汗啊，哎，盘动到个年佛哦，哎，过年到嘞，大家是不是盘年佛？盘年佛的时间，哇，是不是吃到动饭去买动到个东西？嗯，到其实吼，盘年佛又动到动虫，然后个事情会注意，到底容易买，容易闲，怎做得买到好个年佛？今天绕墙到系尹老师来到节目地图，然后大家来分享哦，大家来分享你今天个尹老师介绍你个。恭喜林金老师，欢迎！哎，大家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啊，先生，亲久没看到哈，过年都会要亲毛汗吗？不哟，亲毛汗，跟以为去攀岩佛吗？哎，迄唔是攀岩佛，系假样为攀岩佛。不过公司才发吼，因为他过年都会啊，大家就会攀岩佛，因为过年都会，大家就会吃粽香客啊，年三十个时节就会吃年夜饭，有冇？还有啊，哎呦，过年嘅气氛啊，故说你会发现讲。真的买好多东西哦，买青岛的东西。我买很多是摩的过年的气氛，要不要吃再说，不过就会买青岛。那个用年下来的时间，哇，要攀粥啊，要煮菜，马家就做得嘞。哈，不过其实公司才发哈，攀岩峰哈，大家还是很高兴有嘛，大家去喊哦，给年货大街。那以明老师不用办年货，给你。逛年货大街的经验嘛，就，嘿，青岛还青岛人嘛，青岛东西都做得买，嘿，嘿，青好高吼，嘿，不过昨天买的东西真的好多，好多，嘿，而且，嘿，不过现的东西嘛，特别会看，好，公司才发哈，有青岛跟你去逛年货大街的时候，因为他可以试吃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试吃，有青岛嘅零食啊，冷冻嘅。不过其实哈，生意就想讲去买冷买嘅冷冻嘅，不过妈妈就会想讲，哎，我过年要煮菜，我要买，比如讲香菇，错冇？像这种干货啊，虾米。顺感，对不对？爱用个东西，可是买是干贝，干贝对，干贝不要煮嘛，该给同个时间买干贝，这都是干货。不过永清朋友，太敢有上钩嘛？你要买爱用个干货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选？我们就先举例子好了，比如说像蛤蜜，听说会买错吗？蛤蜜还天凉的时间，一天要用到哈。对，不过那些蛤蜜哈，哎，看加色哈，加颜色哈，因为那些蛤蜜还。诶，干燥的嘛哈，干燥，你以前全部会用该二氧化硫去做干燥。哦，嘿，二氧化硫干燥过的东西哈，实是特别好看，好，会特别拍，特别缝哈，特别缝，嘿，看起来就清净，嘿，看起来清净哈，卖相很好了，对，所以你看到清净的，想要买那种的哈，你是特别较注意的喂，对，不过像前朋友一下有看到哈，给天使蛋有看到，给就那个有个颜色比较红，哎，个颜色较无暗缝，不说买个时就会买个无暗缝的，哎，有较暗心，嘿，哦，哎，你买一个金针。金针，爱比较金针粉，然后客家人青口买个金针煮嘛，个金针汤、金针排骨汤，对不对？嘿，所以你妈去买条下像，你看到虾米了无？暗缝的那种的金针，哦，然后较安全。不说像金针啊，有个东西，还讲你会买个时间要买颜色不要这么红的，对不对？就得包装上面其实会让你讲，它没有熏。二氧化硫，他会讲是不是？那香菇呢？香菇听说会买啊。香菇很奇怪，在我们华人法里的食材里面很重要哎。炒菜用香菇，粥拌盐给时间用香菇，对不对？炒米粉要香菇，那香菇要怎么挑选上？香菇就你妈做买生鲜的啦，是讲给送的哈。不过你那种干货哈，你做的买你台湾的，台湾的较好分辨，其实莫按太累。哈，较细类哈，起码唔会像介进口的，安尼就花纹，花纹安尼就得叫它冬菇，冇是白菇。有，乡亲朋友呀，再看到个相片哈，你看先看到香菇个时节，有一些香菇上面是比较大朵的，它有裂痕。对，你过太卡呀，它看到个黑马盖就是下在那个右下角比较小朵的，比较小朵诶，该就会本地诶。再讲究一点，几位老人家黑椴木香菇哈。哦，那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卡香，卡香，卡香，卡安心哈。还你，哎，你买香菇的时节，记去找的哈。你先拿来看哈，就皮看啊，加米丝，还有加个摸起来会安个，嘿特是不是干燥？干燥会较强，啊，遇到湿气哈，也可能是会较无按强，是不是感觉？所以老师，那个脱开时节，靠它较强的，嘿，脱开比较干燥，而且是不是也要看香菇的后面？嘿，就是它表面是
可以很容易分辨是什么种类，不过也要看里面，对不对？里面有些香菇会发霉，你还会注意什么？像就觉得会香菇哈，而且较注意的。不过讲一下，乡亲朋友可能就会提讲，哇，你就偷虾米啊，偷香菇的时间，有些妈妈就会讲，呀，哎，这我都知道啊，要挨滴啊。不过其实哈，我们这边帮大家总整理一下，对，老师刚刚有提到标示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，第一个。包装很黑青葱的哦，包装青葱的哈，你看它是什么时候产的哈，所以给它生产日期哈，给它保存日期，你做得低哈，还给它来源，给它哪位产地，产地哪位来的哈，还你是做的。选你自己喜欢的产地哈，就觉得产地你可能你是某一个县哈，你是去到看某安全的，你是某一县哈，含加一个底部度黑唔黑种有添加物哈，去做保鲜，还会看它诶，嘛做得看到哈。不过你要看到香菇啊、虾米啊，你俩唔会不用防腐剂，可能会不用一个保鲜剂，嘿，咱会不用一包细细包诶哈，该种会不会较好？哎呦，卡厚，就会讲，你买个时间有一个小小包的那种，对，保鲜剂，保鲜剂就卡厚，好，不过限量种，哈哈，还有买个东西其实大家会比较贪心，想说买起来放，哎呦，卡封偏，卡封偏，卡偏离，对，可是我是觉得很黑，虽然讲攀岩风的时间买卡多，不过还是要注意，不要买太多，嘿，不用太多是，除非你不开该。库存的环境清清好清度，莫你不用痛叫嘛，系会快的。最后一点哈，我看到一下店没成啊，就吃到清油意思哈，因为你有讲的，一开始望闻问切，跟看形状、看中医的时间会注意的。假装去看迄中医啊，去看遐食材哈，你一定是看遐颜色冲冲毛哈，像就到安尼讲的颜色冲鲜艳的哈，该安尼是毛线哈，该可能都有硫磺二氧化硫去熏过哈，啊你 PP 啊哈，像就二氧化硫去熏过会酸酸，嘿就得会酸酸哈，还就得会就。诶，你讲香菇的米丝，哈，嘛可能皮看那要注意，嘿，含焖哈是讲，你要问焖清楚，焖清楚，焖清楚是讲店家焖清楚，所以隔壁邻舍就买东西哈，平常你老给交情好一点，其实可能会给你较好的东西哈，嘛做得焖哈，含切是讲，你拿起来看，哈，看起来就像先生讲的香菇，有没有自己要？情况那下面有共青，对，透甘麦嘛嘿啊，哎你讲诶，听会透个甘麦苹果，哈，你水分多诶，是不是较重？哈，你水分较少，是较磨血的哈。不过像前面朋友就会问啊，哎先生，你讲到按动，爱要点，爱要看啊，爱要批，有冇爱要问，爱要拿起来称看啊？不过大家就会问，迄个唔真言，有一些东西是不得已。像先生讲的，它可能有些防腐剂，不过它可能有二氧化硫啊，有些东西，那你买回去还是要处理啊？可以怎么处理，先生？如果就得是调味好去加些的哈，该按也是比较不好处理啦哈。像你头下讲的金针嘛哈哈蜜哈，你是要浸过，烧水，嘿，温水啦，温水浸过，嘿，然后去洗枪了哈，是不是减少那种的？哎，用较安心。不过讲到鸦片哈，是啊，大家可能有没有吃到讲，过年的时间有没有买一年？就那是煮菜用的，可是逛年货大街，有一半的人跟妈妈去逛年货大街，不是为了要买干贝，要买不到香菇，是为了零食，一定要吃零食，而且公园跟零食有买的东西，坚果爱冇爱，对不对？瓜子爱冇爱啊，有没有？牛肉干有冇？剔条糖，哈，先生，跟零食平常过年你会吃冇？会啦，多少会吃到的啦哈。不过真紧会注意哦，你的量清高系冇？清高系，你统计是讲你过一张年可能大部分的平均啦哈，是讲会肥三公斤。好多哦，三公斤，三公斤，注意是三公斤。嗯嗯嗯。像亚爸有同他啊，同大家来整理一下哈，这个零食的热量哦。老师公司在发哈，以前给上班的时间，大家都提供哎用给零食的热量会清高，不过你真正去看的时间，还是会冲啊强嘞，对不对？你大家后面会吃剔条糖，公园就听出来是剔条糖啊，一个芝麻花生糖这边。要93大卡，按懂
按度哦，系大家唔就是三大卡可能唔止讲呢几多哈，有些三地是差唔多有冇饭的那种哈。诶，我讲食材饭嘅过年泡茶嘅时间有冇？你青菜咪是五地六地？系，按年你吃饭所以少地位哈，饭是冇是按度，那是菜是。哎，有冇摇？哎，有冇轻摇？有冇？因为你做唔得是饭，不都是 detail 桶？还有就买个巧克力啦、洋芋片啊、洋芋片。第四、第五个通听错的是过年听错的是。拜神不会用到，拜嘅拜呀嘅时节不会用到，你咪讲马老，嘿马老，吼马老听错咩呀？听错咩油诶？唔过你看马老一袋细细袋就差不多78大卡，对，而且是让你看哦，你看到啲啊剔掉糖啦，啲啊种诶马老全部系油脂较多啦，吼剔掉底部都是就油，还有芝麻底部都嘛系油，所以佮热量会偏高。还有睇家就讲，其实也唔系讲做唔得食啦，你就食啦。唔讲你想看，系讲你食嘅麻辣有冇？就是一袋你做嘢是两扎到三扎，唔讲你行路行一点钟咯。哎，差不多才可以，消耗热量。对，过年就可以安排出去。哈哈。唔讲还有吼，轻油秒跟零食哦，这边一定要提出来跟同太家来分享，系乜嘅东西？有冇你太家看一下天西用天公果？俺爹俺亲友俺有个记忆，小小的时候有拜拜的个时节，有冇听错会拜有个东西，白白粉红色，好漂亮，然后有糖霜，哎，一颗七大卡形状。底背度嘿，剃头叫剃头包底背度。哦，大家有看到哈，也就会大家公演的时节，从头开始给零食，热量去清狗的哈。不过用亲朋友，其实还有动到个公演会注意个东西，让大家来分享哈。请你个用亲朋友咧先聊一下，你马上你等一下再走走，再来好好来讲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会卖烟火，而且广东卖烟火哦，很开心，因为好像可以有按有个衣服，又做的是清后食的东西。上段节目的时候，大家讲到还零食呀，这件事情，零食真的要注意。不过平常别公共的时节，特别提到鱿鱼丝，嘿，然后那种诶秘制猪肉干，秘制猪肉干就一定要吃啊，那么好吃。那种诶，那种诶零食哈，唔甜，天天含就染没问题。哦，所以就等于嘿血压就问题的啊，高血压的哈，含就治唔好的哈，心脏唔好的哈，全部。第二种嘅东西是较冇选，真紧嘅，系是啦。其实冇唔错哦，根本你同大家分享系，你要适量零食要同嘅时间要注意。不过其实真紧啊，有一些慢性疾病嘅朋友，过年嘅食东西很特别要注意。有时候为某生意就大鱼大肉是铁道嘞，是讲唔好，你可以稍微放松，唔好做我们的。没有节制啊，是因为你现在时间你会注意分量。对哈，跟那个以琳老师聊天哈，会心情很快乐。你有讲的吗？因为哈，通常跟营养师聊天，大追顾的时间，营养师就会讲，来跟你说哦，要做唔得食，要是一些些嘅，好遇到恐天嘅问题。不过有时候以琳老师来就会问你，讲老师真的不可以吃吗？他说。根据统计的结果，什么都吃的人比较长寿。要开心的吃。对，不是说心情体重要，心情体重要。不过你没有节制，按你随便乱吃，蛮还做唔得所以你做的是对位啊，放松心情。对，真的哈。古时候你看，太家有糖豆吗？你做的是啊，唔好是按豆就好哎哈，心情快乐体重要，真紧。我吃到心情吼，讲嘛该多吃多余的，对不对？不过更多鸦片，他卡就会凶讲，那个蜜汁猪肉干又做唔得是暗狗，还个脯给又做唔得是，还总要有一些可以吃的零食的建议有冇？嘿，哦，像他像那蒟蒻啊，还有各种没有烘焙过的坚果啦，哈，某调味的坚果，什么青吼，还台妈的热量卡比较低哈，有一些果干啊，我会建议就。有的人不卡，就该种诶低温烘干的那个油那个机器哈，你是自家做的，切一点香蕉啊，不用得该柳丁啊哈，你是用低温烘干哈，那自然是讲你是做的用那种来取代那种糖果，对，还你又做的都是得那个果汁诶运用。好好，我同大家来讲哈，坚果真挺是一种清后食嘅东西。平常有讲哦，要吃原味的哦，你知道，要有青岛嘅坚果是。
裹着一层糖霜，蜂蜜。那平常都吃坚果青吼，蜜汁啊，吃坚果很好，一直吃。哎，你嘿嘿原味的，原味对不对？就得放弃啊，他你都会建议讲一些磨去配过的，是没有烘焙过。哎，果干我真的很建议，不要还有青豆给你，家里很奇妙哎，真的有爱用给机器哦哈。东燕，你嘿不都会做生意不卖，他自己要吃，那个机器很有意思哎，像俺有个朋友就清理好。他就会去买那个凤梨，给凤梨有吗？可以切切切一堆一堆，塞塞堆，用那个机器低温去烘焙，就会变成果烘干，就会变成是果干。跟设计了个时间，还没有加添加物的，嘛清好些，嘛清甜呢。好好，你过公司才发哦，你现在公演的时间只吃这样，会不会受不了？所以可以吃按钮给他孔天给零食，你过他们孔天给零食是塞塞就好诶，是搭配了，搭配了是就好。你过更多鸦片形成还有公演的时间。还没有大东西，吃饭聚餐，一定会喝饮料，还会喝酒，这也要注意。那就两个问题啦，一个饮料嘿有糖，好糖嘿底部度，饮料底部度的糖很多是果糖，哈，它会对肝脏造成影响，对，好，所以你现在是解释讲，尽量是无掺糖的茶，或是花草茶，或是你讲的就得安尼去加木卡煮诶，加得做得做饮料诶，冬天较唔会吸到咸臭啦吼，嘿，是用那种诶取代吼。对，不过酒嘛是会吸，知道吗？一定要喝它，平常听说哦要喜欢呐，有冇青豆给你？平常是冇事，就唔过过年说来来来，有没有？有冇？安尼吸嘿气氛，所以不要喝醉，不要喝醉，所以一样嘿限量摄取的哈。不过过年喝醉真的不太好，第二天醒来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过年要注意哦。所以安尼讲，你先酒的时间嘛，做得先该抗氧化较多的该红酒哈，对，白葡萄。或者是红葡萄酒都做等哈，那种抗氧化比较好，而且适量喝是促进血液循环，吼，是痛都是伤肝。对，我还知道吼，香港朋友有一些先年纪被讲有痛风，错嘛？有痛风的时间，有痛风，平常时就某些酒诶，你讲一下过年心情会快乐，你就会是一些些酒，像红曲葡萄酒也有建议，对不对？因为红曲葡萄酒可能又较好，有冇？你限量哈，你讲是讲100cc、200cc 时候哈，对，我过年痛风发作，哎去上医院嘛，嘿，真好哈。还有一些东西，咁咪讲，那个胆固醇清高，胆固醇清高吃东西有。吃东西要注意，可是当然太讲，呀有青豆跟心脏黑光，像胆固醇遗传按有个东西黑遗传较多啦。不过饮食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，还是要注意。胆固醇的限制哈，没讲食物胆固醇的本身哈，还看那食物底部度的动物性脂肪高不高，嘿，基本性的胆固醇高，该基底部度含的该饱和脂肪就较多，该那种的东西是会对。不过共同养哈，心脏就共同我们讲了年货哈，共同两大的。有可能有青豆给你们讲哦，周洋啊，嘿，有青豆给你不吃零食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零食。不过青豆给你讲，我不吃零食，我吃正餐，我吃饭，常见的年菜热量表，现在要拿来吓大家哈。第一个讲米糕，老师米糕好可怕哦，请等一下，为什么？这米糕很容易一碗接一碗，但热量很高，你要用青豆。个饭本代是吃个就热量，你炒的时间就不用煮，还你种的该虾米哈，含有滴啊种的配料很，就得嘛会火锅然后不用落去哈，那所以热量会很高。不过你看你啊1000公克，应该是大概5个人吃啦，所以。唔会是4000多大卡？可是喜昌，你胸看啊，要不要下黑4000多大卡？对不对？5个人吃，你一人吃一碗也1000卡了呢，差不多大概700-800啦。那还是很多喜昌，而且这是没有配菜哦，抹蹦菜给前提吃哈，错冇？故说因为太卡就低哦，其实米糕啊有些东西，太卡要注意就会，本身已经是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做成米糕的时候，其实给它油包饭，油包饭，所以热量这么高，所以你那种的米糕，你通常都用小碗。莫用该种，你吃饭的该种的碗哈，一小碗之后哈。对，还有啊，空肉，它打你就会是空肉。东坡肉、凤肉有冇？旁边要微笋干，按有个东西有冇？笋干有个东西，
但那个热量也要清高哦，是都是是会降瘾呐哈，所以你恐龙嘛要限量摄取，像东坡肉给它特色是讲一天要三成的，有皮的地方，有脂肪的地方，嘿，含几会不用痛，它一定会不用痛，然后就那种的米稀厚些的米稀哈，所以给它热量会相对较高的位哈，所以你些时间你做唔得贵太低是安是太，好好，因为按你的用。给它胆固醇，然后饱和脂肪都清高，所以会让用 NH 脂肪。嗯嗯、最后一个我们来同大家的分享，就是我最爱吃的。哎，狗年一定要吃佛跳墙，佛跳墙很好吃，欣赏。可是佛跳墙啊，根本一张底热量暗高。嘿，底部都会配料，那些东多、青豆、黑泡菇，像给它排骨。哦，排骨。泡菇然后不用落皮哈，含、嗯、其他的各种的像 NH 的。芋头，芋头会破高哎，破高又不用那么甜，所以芋头本身又淀粉，冲嘛，还有栗子，栗子那些淀粉，所以它热量就比较高。好，不要吃好了啦，可以吃啦，是讲，你谢谢一岁半，哎，你到餐具玩卡西地位哈，还你。多准备一点钱，抢出来配碗小碗一点，是不是？该帮他塞的就是五碗有吗？好的。不过公共鸦片其实也是年菜的热量表。老师，其实说到这边，统太高的粉用一个轻松一个事情，其实是不是也有人家说 NG 年菜组合？对，一麦该医生那种情况，有一时候吃菜的时候，哎，青豆你袂讲，你是一定要中炊个时间，你就中的是按用个炊，不可以放在一起。大部分有按个讲法，大部分呢，大部分呢炊是比较没有问题啦，那像你年菜底部都袂用到干贝，嘛袂用。炊头，那种两个都是高盐为中多的一个食材，一定葱啊，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喝萝卜汤？哎，这么好彩头，好那个萝卜汤，好彩头啊，炊头哈，含其实讲炊头里边都会硝酸盐较多，啊干贝就是炊头呢，安嘿。新鲜的萝卜呢？新鲜的萝卜，哎，那些蔬菜里边都嘛就是硝酸盐，因为。我们的那个光合作用，含就植物生长会需要那种的氮呐，所以会变成硝酸盐哈，所以就等于讲按眼珠的时间，是可能会变成硝酸铵，哦，其实会致癌的叫做亚硝胺，所以你看到那种的硝酸盐较多的，台湾你看到的个蜜汁猪肉干系粉色，冲嘛，羊肉系粉色，跳床时诶，不用那种的。亚硝酸盐，某是硝酸盐，哈，还你就是得像优酪乳啦，某是去死啊，哈，某是台湾安利公的干贝海鲜，那种含氨的食物，恐怕些时间变到亚硝胺的机会较高。所以，古说周醒上按我讲给时间，萝卜汤如果又放很多的干贝。然后呢，吃完萝卜汤加喝完干贝萝卜汤，再去吃蜜汁猪肉干，风险就比较高。风险比较高，所以要讲嘛，风险比较高啦。不过，亚硝胺才是致癌物哈，所以硝酸盐没哈，胺类跟这个硝酸盐也不一定会作用在一起。他看你身体里底部都会抗氧化剂如哪么哈，所以你很流行啊，是讲你吃了种诶硝酸盐较多的东西，而且八类啊，八类维他命 C 较多哈，是做的抑制了亚硝胺的生成哈，所以你。你身体底部都会抗氧化剂而柔啦，吼，你吃了的东西较无让用。啊，乡亲朋友，基本上常同线上那种节目第一路，然后大家的分享，当然唔提到大家讲，你是垂头痛是怎么个系列？唔系安样个意思，所以讲，大家是不是记得去一家个兴奋，那某强个诶啊物质哈，所以大家是也是其实。就是要均衡呐，哈，均衡哈，均衡最重要。还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要吃，然后呢，也不要什么喜欢吃东西就吃的太多哈。不过还有嘛个年菜个建议，然后大家来分享咧，请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当中来讲。大家都攀岩佛啊，伤心多就会大吃大喝，是动动东西，另动动改酒，另动动改饮料，金银绕墙都金绕事，所以两片让大家来分享。唔系重的是，唔够时间时就要注意，好不要一下是贴到，大家讲会暴饮暴食就会按扬你。一块给他节目底度有共道啊，去适当时间时就有青豆给建议。唔够健步嘅形象带来两道食谱同大家来分享，好冇？
第一道黑马街。哎，你来吉酱烤鸡翅哈。吉酱电台，讲到客家语就是吉酱。吉酱，嘿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给不下又是吉酱吗？就是吉酱。先生，现在你给客家语。诶，中辣，中辣，嗰种又食吉酱出嘛？外加不还要食吉酱，尤其是吃白斩鸡嘅时间，本吉酱。诶，唔过我要发现咯，外地要要做西做安岛，安岛人外发现有很多嘅客家人其实冇食吉酱嘅，吉酱哈，对不对？好，唔过今日同大家分享，不管外加不还系又食吉酱，又系冇食吉酱嘅，又系做嘅系吉酱。烤鸡翅，嘿，很简单呐，是讲你的鸡翅用鸡酱哈，用到酸甜，用到个调油哈，调油酸甜，用酱哈去腌过，然后去烤，好，那这一道很简单哈。第二种的一个做法呢，是讲你唔会用另外用油去。料理料理哈，所以加热量唔会按高，含鸡酱鸡就特别密稀哈，含当然鸡酱鸡那种的一个金鸡哈，就你讲的类黄酮哈，就那种的抗氧化的一个元素哈，嘛清好哈，所以唔要讲你爱用传统的那种的嘛该控肉哈，嘛控肉嘛做得啦哈，你是做得就用那条的低热量的料理做搭配哈，还然后一个是讲你做得用该高丽菜去做附带。哦，看养生的，养生的福袋，嘿，安尼第二种的福袋呢，像安尼是做的，有用一条就去听我讲的安尼的虾米，含有第二种的香菇，哈，含伊的肉，一些肉，哈，含就做不用的其他青菜，比如说金针菇啊，哈，其他的菇类去炒过，含安尼的该高丽菜，然后去通过，变圆。哈，然后你啊种诶，你炒过诶，哈，不用落去包起了，包起了。老师，你这手工菜呢？手工菜，诶，讨个吉利啊，福袋哈。还你做的种该种诶，你诶讲诶，该普诶，普诶干呐。哦，普诶干，诶，老干，嘿，老干，白起来哈。还就等于较功夫的哈，是讲你做的拿去做个菌菇，哈菌菇的该种的汤汁哈，你再个种到香油，哦，含一点点的该太白粉哈，去勾芡一下，再调味一次，哎，再调味一次，那端出来就是清酱又清开头给手工菜的，哎呦。不会太油腻，嘛唔会按难啦哈，哦唔会按难哈，嗯，你讲更多鸦片哈，老师现在建议的是两种健康饮菜，嘿，对，这两种比起来哈，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各有千秋。你讲说到健康饮菜，这边有几个菜一定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的，虫眼菜，哦，虫眼菜，对，嘿，诶，虫眼菜，安尼讲眼哈是较多的青菜哈，所以。其对身体嘛挺好，其迄我们讲的深绿色蔬菜啦哈，你看深绿色蔬菜底部度，给它钙质嘛挺多呢哈，给它叶绿素、叶黄素，对木竹嘛挺好，所以你过年时间某些人都菜，你虫眼菜是做得多些。虫眼菜、黑墙菜，不过多亚片的问题上一个问题哈，太家唔知吼，外加无下系按用，而家虫眼菜嘅时节哦，诶，天热时嘅时节系虫眼菜，天热热虫眼菜，天散热虫眼菜，天湿热虫眼菜，诶，虫眼菜做的是青冬热，安胎薄，一湿一细薄，唔过一湿一厚实，无下嘅阿婆。有冇妈妈就会讲，你阿仔虫眼菜，他讲你是虫眼菜，清奇妙哎，就会说清亮绿绿的，强强的，是都黄黄，是都狗狗，嘿，黄黄狗狗，这样较好些哈。不过因为我建议讲，遐种的菜哈，因为几位老配汤哈，向下去。去闻哈，所以安尼个肥肠啊，了就肉就胆固醇那些东西哈，你按眼重复加热，了胆固醇会过氧化，哦，会胆固醇会变氧化，所以加那种诶氧化过诶个胆固醇对身体很不好哈，是比较有可能有致癌的一个风险哈，所以安尼是极度难极度，莫讲了就莫。重复做唔得欣赏，做唔得就会是闻到暗涌而蒙蒙嘅，有冇高高嘅？因为有见到嘅真劲啦，黑假人就暗涌人啊！用前面你有望你冇下时嘅时嘅虫眼菜，就会做暗到你张很多虫眼菜啊，越做越好食。不过公司菜饭
因为石头有无强用吼，变化的吼。蛮强用系那一句啦哈，做的是唔过你第二种咧是按摩，哈，系某个到了第五天初五的时候，从年初一万公有冇？哇，吃很多。可是公司才发以前挨个是从年初一个时间，挨蛮唔低哦，挨下吃到我一讲狗狗蛇蛇，然后呢？已经是黄黄的，哎，可以从年初晚上吃到青蒿丝。不过让它增盈而注意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建议大家要注意。嗯，还有一个从年初紫外到青春的东西，就是盐草。哎，高叶青春是盐草，一定要吃。可是盐草还可以注意哦。烟草然后头下讲的个蜜汁的个猪肉干强浓哈，不过就得了七家做的烟草，其实无用个种的硝酸盐哈，所以个烟草看起来是灰白色，哦，剪起来是灰白色，嘿，唔咩红色的个种的烟草哈，应该是无掺了种的硝酸盐嘛哈，所以给爱保存。第二种诶，两个重点不一样，一个是硝酸盐可能是多，你可能老肠子的一个细菌作用是变成亚硝胺或致癌，含某病诶哈是注意它的保存哈，用某病那种的硝酸盐哈，你一天要不用冷藏，某些不用冷冻哈，某按你储存的时间哈。诶，是会较会坏，哈，诶，看到诶，人常是雕个风干的感觉，风干，好像人家欧洲有没有火腿风干，挂在那边一排，诶，工人嘅时间去买烟草给你排列嘅呢，嘿，讲唔是本嘅哈，各种诶有亚硝胺，是要注意啦，唔是本嘅有亚硝胺嘅嘛，嘿，但是要注意莫先多，真嘅，就是你要是多得要吹到果子，该维他命 C 了。不过讲按多吼，跟雄心朋友，唔系讲哎要吓大家啦，就会增减吼，公年多的时间，青豆跟年菜会不小心的吃过量，便脾是一回事哦。最重要的事情，有一些不太好的物质会在身体累积，对不对？不过讲要变从年吹压后，年吹压后，在这边最后要跟大家总整理。不过还有一个东西，嘛该。我觉得慢性疾病又特别重要，因为高年的时间其实一般来讲天时就比较冷，有冇？一般来说比较冷。那有轻度慢性疾病的，你比如你有高血压，也还有你本身就会高血脂，对不对？也还你给比如肾功能，也还肝功能，你按后给按后给你给高年吃东西的时间，除了心脏功给。那个部分，其他的要特别注意。嘿，哦，你讲诶，像天气冷，可能是要血管它都得痛，对，哈，所以我卡血做的哈，你莫不要多讲哈，该你诶心脏病冇事，该就治唔好诶你哈，你血压痛很做的，你脑杯就等于迄年菜迄度脑杯埋脑杯血咧哈，要时间要开寒哈，你高血压、心脏冇好，还有心血管疾病诶，心血管嘛，所以注意哈，你汤。跟糖是中午的血按度哈，你可能喝一两口之后哈，还有得就痛风哎哈，蛮强壮哈，就得痛哈，你一直暖锅哎个痛哈，一直浓缩，就火锅啊，是吧？火锅，火锅就会更暖更深啊，更暖更深时间哈，那痛变浓缩的时间哈，该就得痛风哎，也是都蛮会发作，真的，真紧中午的时候注意哈，不过都要大家就会问啊，你工作按度，该按年初有注意有。老师帮大家整理了，这边有一个年菜的原则总整理，从嘛第一点，菜单设计，三少二多，什么意思？一定是油盐糖一定要少啦，就少油少盐少糖，那少油少盐少糖，二多，二多就是多青菜，抢菜，另外一个难题，多果子，果子，抢菜果子一天二九哈，含纤维要多哈，所以你年节时间哈，青豆黑。暴饮暴食变到肠胃的问题，对，高盐高血压便秘冇相关，因为宽型上，因为肠胃出问题，肠胃痛，嘛会注意啦，所以纤维摄取嘛会轻松些，蔬菜水果是一定不能少，你应用做的选一个原则是讲莫夹的。可以优先选择，比如说鱼，海鲜类，没有脚的哈，先选含用鸡脚的，给肉，因为是白肉，牛肉嘛做的，牛肉要做的，要嘛做的哈，含再来选四只脚，哈，四只脚的话哈，猪肉比牛肉没有那么油，是做的讲，你优先选择的顺序哈，含你烹调是讲。
清蒸、用菌的、用煮的、用炖的，满都有。嘿，哈，用烤的，哈，用烤的，用泡的嘛做的哈，是这种的，是做的去搭配哈。所以台湾你讲的烤鸡，哈，某一天那种安尼吉酱，哈，就等于某些吉酱，安尼嘛做的做西式的烤鸡，像用的迷迭香，哈，去做一个调味哈，嘿。最重要的事情应该买年初一个时节，其实你哎什么该你就买嘛该，你不要全部都买回来，就买一套，就等于买一套，哎，赚到钱哈。贴多哎，最后一个同大家的朋友就会经常讲哎，有没有三少二多，抢菜听说哦哦嘛，对不对？青菜多吃一点，然后水果对，这样子肚子就不会。觉得很饿又很饱，哎呀，饱饱的哈。所以公道鸦片哈，其实同大家的朋友按多该东西，就会很懵个。其实公演都会大家一定会在一起吃东西。不过给不给要像都欣赏的都鸦片，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建议，不要一点点的提醒。欣赏最后二十秒，有没有该提醒大家最后？年节啦，为了气氛，大家一定会多吃哈，节制轻重油哈，节制哎，所以自己要稍微自律一下，哈，节制轻重油哈。不过豆芽片就是提醒大家，欣赏公哎会节制，不过除了节制之外，还是都可以吃，心情放轻松，轻重油。豆芽片真的，我跟尹老师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希望大家都是都请欢喜哈，好啊，用心朋友哎。台高要注意，容易性、容易性掌控权哦，天天都是认同、欣赏来做认同了。